好啦，到43条啦。条题目有个括弧 2A 嘅二分一次方 ，B 嘅二次方成个负二次方乘括号 A 嘅负一次方，再乘开方三次方，再乘 B。嗱，都几大抽嘢。咁啊，搬入去先啦，所以系二嘅负二次方 A 嘅负二负二乘二，即系负一啦，所以 A 嘅负一次方 ，B 嘅二乘负二负四咯，我哋直接写，即系唔好咁复杂啊。如果你又写二乘负二，先再出负四咧，好多时会计，即系写得好乱咧，咁你呢度好长咧，咁又好麻烦，所以尽量咧都跳一个 step。OK， 咁你话。再乘 B 的三分一次方，这个三永远摆分母啊，行不行？好了，到这里了，那这个就变成1 over 2的二次，2的二次我们直接写4了，好吗？好了， A 的负一次方再加负一次方，那就是负二次方来的。B 的负四次方再加三分一次方。OK， 好啦，咁呢个咧，成个咧就会变咗喺下面啦，因为呢个咧负二，反翻落嚟咪正二咯。到呢度啦，呢个应该系三四一十二，负十二加一，即系负十一 over 三，负十一 over 三反落嚟咪变咗系正十一 over 三咯。呢條數咧就係咁啦。